二十年后经典重现，武侠巨制《龙门飞甲》强势回归。刘诗诗、周渝民携手回到爱开始的地方，可以说一个工作，也可以说是一次旅行，然后认识了训练组。范爷霸气强吻女导演，坐稳娱乐头条。太棒了！不靠谱的艺考生，让我的声音得到解放。